大家好，我是三嫂。炎炎夏日，来一碗雪梨绿豆赏，滑溜溜，冰冰凉。雪梨脆口，绿豆细腻，吃完烦恼全忘记。最后给点梨，来碗汽水。这是我提前泡好的绿豆，是去皮好的。洗好的绿豆，把它放高压锅里，把雪梨倒进去，再放一点冰糖，冰糖个人喜好，再加入清水。盖上盖子，水开压20分钟。高压锅的气消了，就可以把它打开了。打开后再次把它煮开，然后来加一点淀粉水。喜欢吃粘稠一点，就多加一点淀粉水。雪梨绿豆赏就做好了，清水解暑又下火，好吃还不腻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嫂。女孩子夏天要多吃红豆，今天来做薏米红豆汤。这个红豆薏米是我提前泡好的，今天泡好了，来把它洗干净。再把洗好的薏米和红豆倒入炖锅里，再来点西米，再倒入开水。这个西米一定要倒开水，倒冷水的话西米就化了。盖上盖子就可以上锅炖了。放炖锅里炖1个小时，时间快到的时候来下一点红糖，来搅拌一下。如果觉得红糖不够甜，可以加一点冰糖进去，可以放纯牛奶。盖上盖子炖15分钟。红豆薏米汤已经好了，那个西米放进去，然后亮晶晶。薏米红豆甜汤就做好了，健康营养丰富，每天来一碗，让你越喝越年轻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